同学们大家好，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基建的技术术语，相信大家已经有所了解，充分理解了技术术语也是我们接下来学习交锋协定的基础。那么这次课我给大家讲解一下重建的交锋协定。首先我们得知道重建的构造原理，重建比其他两个建种花建和配建更重一点点，重建的重量770克，重建的建最大长度是110厘米，建身为钢制的，截面为三角形，临边不锋利，建身长也就是护手盘到建尖的长度是90厘米，建身三个临面的任何一面最大的宽度是24毫米，建身应具有一定的柔韧性，护手盘为圆形，深度在3到5.5厘米之间，直径最大为13.5厘米，偏心率也就是护手盘中心与建身穿过处之间的距离不超过3.5厘米。咱们知道了重建的结构，现在我给大家讲解一下交锋的协定。以下我归纳了5个部分。第一部分，击中的方法。重建是仅使用建尖的一种武器，因此这种武器的攻击动作是只使用建尖而进行的，并且只能使用建尖。如果在比赛过程当中开始或者停之间明确禁止将剑尖，咱们这个剑尖在金属剑道上挤压和拖拉，同样在任何时候都禁止在剑道上矫正武器，任何犯规行为都将受到处罚。所谓的矫正武器是不允许咱们吃的剑在咱们的金属道上去调整它的弯度，调整它的箭头啊，也不许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用这个箭在箭道上拖拉，这都要被到处分的。第二部分我们讲讲有效部位。所谓有效部位，通俗的讲就是比赛中箭击中身体的哪一个部位算击中。重箭的有效部位是运动员的整个身体，也就是说无论击中躯干、四肢以及头部，还有服装设备都得分。什么是躯干呢？身体的所有的部位包括面罩还有你的头线都算击中，这叫有效部位。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我们的身体接触和冲刺。在交锋中如果一方由于冲刺或者突然向前移动多次造成的身体接触，但是它既不粗暴也不激烈，那就不违反击剑的基本条例，也没有任何犯规。这句话怎么解释呢？也就是重剑是没有主被动权的。那么重剑的运动员在交锋过程当中，他可以冲刺也可以近战，是允许身体简单的接触的啊。这种情况是不被处罚的。如果运动员为了避免击中而故意用身体接触或相撞对手，这是不可以的，要受到相关的处罚。刚才我们讲的简单的身体接触近战是可以的，但是有意的冲撞是不允许的，要受到处罚。这里谈到的身体接触是冲刺的惯性结果，不应该以冲撞对手而告终的冲刺混为一谈。在三个剑种中，后者均视为故意的粗暴行为，都要受到处罚。所以我们在冲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完成一个冲刺的动作是正常的动作，实际身体平衡是允许的简单身体接触，不能有意识的冲撞对手。相反，跑动中的冲刺甚至超过对手而没有身体接触都是允许的，裁判员不应该过早叫停，以免取消可能发生的还击。如果做冲刺的时候没有击中对手，而冲刺者越出了剑道的变现，那他应该受到规定的处罚。如果是他正常的冲刺
自然的离开边线，这种不受处罚。咱们下面继续讲第四部分，集中的判断。什么集中判断呢？就是怎么才能集中，怎么才能得分。第一，中箭比赛是借助一台电动裁判器进行判断的。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裁判器的工作原理。击剑选手所持的剑与比赛用的服装金属部分其实为两个电机，而后面的线其实就是以金属衣连接的部分，导线。导线的另一端接的是裁判器，集中一次产生一次电脉冲，就引发裁判器亮灯。也就是说，只要剑接触到金属部分，裁判器就会反应，就会亮灯。那么我们的手线接的我们是剑，我们的后面的线接的是裁判器连接的，那我们刺到对方的所有的身上，只要有金属的地方就会亮灯。可是剑道为什么不亮灯呢？我们的剑道连接了一颗，连接了一颗连接线接到裁判器上，是避免剑道导电的线。当两名运动员都被集中时，裁判器会显示彩色信号，判断集中也只能用裁判器的显示为准。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裁判器没有按常规显示集中信号，裁判是不能判决某一个运动员被击中的，除非是发箭的情况。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中箭得十分只有两个条件。第一，裁判器的灯显示了，那么就说明我们击中的箭是算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只有裁判员你犯规了，我们掏黄牌红牌处罚的箭是算的。所以中箭没有主被动权的。我们知道了击中的判断以后，那么第五部分我们再讲讲击中的取消。所谓击中的取消，就是我们在交锋过程当中刺中的不能算，没有刺中的有的也许会算，但是这是处罚才能算。中箭击中方被取消的情况是比较多的，也就是说击中方不能算刺中，取消得分。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几种刺中不算的情况。第一种情况，裁判员在判决中不考虑有以下原因产生的刺中信号，也就是裁判员不能考虑以下的原因出现这种原因的信号，刺中是不算的。裁判员叫开始前或停以后刺中的箭是不能算的，要被取消。为什么说呢？我们还没开始比赛运动员就交锋了，这是不允许的。另外，由于中箭的箭头相撞或者集中非原体地面而引起的集中信号，这就是说中箭在交锋过程当中两个人的箭尖相互碰撞了，这也会产生信号灯的亮。这种箭裁判员看到了，因为它没有有效的距离，箭尖之间碰撞了，这是不允许的啊！这是这种箭也是要取消的。另外，刺中对手以外的其他物体或对手的装备，这指的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运动员在交锋过程当中，裁判器离的这个箭道比较近，那么我们在交锋过程当中一个冲刺或者一个很快的一个直刺，刺到了裁判器上了，或者刺到了地面以外的地方，那都不能算，这种箭也要取消的。运动员如果故意用箭尖刺激对手以外的任何部位而引起的信号，那将受到规则的处罚。第二种情况，裁判员还应该考虑到电动裁判器可能发生的故障，在下列情况中应当取消以显示集中信号的最后一箭。还有一种情况，如果刺中运动员护肘盘而显示集中的信号，或者刺中金属场地引起裁判信号器的显示，那么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在交锋过程当中，可能有的运动员流的汗滴在了那个护肘盘上，产生了导电，那么我们进攻的运动员刺中了护肘盘，恰巧刺到那个位置，那它亮灯了，可是刺中护肘盘是不能算的，所以明显的刺中护肘盘这种情况亮灯了，这种是不能算的，取消得分。还有，如果显示被击中的运动员完成一次合理规则的击中，
而没有引起裁判器的信号显示，也就是说我明显的看到运动员吃中了，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个人器材问题引起的，没显示，裁判器没显示，这种你就是明显的吃中了，那也不能算。最后我们决定的一定是要裁判器的彩色灯亮了才能决定这个运动员吃中。如果显示被集中信号的运动员一侧裁判器不正常显示，例如由于剑的击打，双方运动员的剑的交锋击打，对手的几个动作，或者由于合理集中之外的任何其他原因，这种剑都要取消。还有如果显示被集中信号的运动员做出一次集中所产生的信号被对手后来的一次集中所取代，这种键也要取消。还有情况，如果相互集中包括一次有效和一次无效集中，只保留有效集中，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双方运动员在交锋过程当中同时吃中，可是一方亮灯了，一方没亮灯，这种情况下亮灯的那一方保留的，不亮灯那个不算得分。还有如果相互集中包括一个肯定集中和一个可疑集中，这种可能是电动裁判器出了故障，由于肯定集中的运动员来选择接收和取消集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双方运动员交锋过程当中，由于器材的缘故，一方运动员觉得我是在次中以后器材才出的故障，那么这个时候由裁判员来咨询运动员，运动员可以算也可以不算，那么裁判员要尊重运动员的意见。第三种情况，裁判员还应该执行以下取消中的规则，比如只有确定故障之前的最后一件可以取消，那么裁判员觉得这一件是裁判器出了故障，已经出了故障你才吃中的，这种情况下显示的吃中是无效的。还有如果出现故障应该在比赛暂停后不能更换器材的情况下，由裁判监督立即进行测试以确认故障。这就是说我们在交锋过程当中如果是没有亮灯，那么可能是器材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立即找裁判员，你不能自己去动，立即找裁判员，裁判员认可你的键确实有故障了，我们立即换键，这一键被取消。测试只是力图确认是否真的存在由于某一故障而出现判断失误的可能性。至于这一故障在整个电动设备中的位置，包括运动员任何一方的个人装备中的位置，都不影响最后的判断。还有一种情况，运动员没有经过裁判员的同意，在做出判决之前就着手调换自己的器材，这个将失去取消的权利。同样在恢复实战知识和重新开始交锋以后，运动员就不能再要求取消重新开始之前自己被击中的那一件。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运动员在交锋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亮灯，可是呢我们自己拿着剑在找我们的剑尖出问题了，或者我们的手线出问题了，然后找到了问题我们去找裁判让裁判确定事件，这个时候裁判是不给你事件的，这怪你自己。所以我们的运动员在完成一个交锋必须立即要求找裁判员由裁判来事件，这一件击中才能够取消。对于击中的取消来说，确认故障没有必要每次重复测试，但毫无疑问必须至少得到裁判员的一次确认。另外如果前面指出的事件是由于运动员的手线或者接触的插头脱落而发生的，或者运动员的手或者其背后的线，就不能取消击中。然而如果器材规则规定的安全装置不起作用或不存在，在运动员背后插头断开情况下，取消应当确认。也就是说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们的手线自动的脱落没有安全，我们的后面的线连接线也自动脱落了，
也没有安全的系统，这种情况下是算的。哪种情况下不算？是我们的连接线后面的一个保护阀，是因为我们的器材设备有问题没有安，那么这种件运动员可以要求击中的件可以被取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副手盘健身和其他地方出现一些由氧化物、胶水、油漆或者任何一种物质形成的大的或小的绝缘斑点，对手击中这些斑点可能引起信号。同样，健身顶端的电动箭头固定不牢，使人可以用手就拧松拧紧，这些都不能成为理由来取消运动员被显示的击中。那么这个呢，意思就是我们一开始刺中护手盘有一些代表了绝缘的那个刺中的明显刺中的那个键是要取消的，但是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刺没亮灯，可是是你因为是你自己的箭头松了，你的箭头不对，那这种情况下是不给取消的。还有一种情况，显示被击中信号的运动员健身断裂，这一事实可以作为理由以取消自己被对手的击中，除非明显记录击中以后健身才突然断裂。这就说明我们的在击打，两个运动员在击打箭的同时准备进攻前，这个箭断裂了，那么这种对方击中的这一箭是不能算的。但是如果是我们在击打完了刺中以后才断的箭，这种箭是要算的。还有一种情况，运动员在刺中地面后刺破了金属场地，同时对手的信号灯亮了，击中应该取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运动员，双方运动员在刺的时候，有一方运动员刺到了场地，可是场地的那个金属箭道破裂了，这个时候灯亮了，这种箭必须取消，因为你没有刺到对手身上，所以对方刺中你的应该得分，然后您刺中地上的是要取消的。还有，只要因偶然情况而不可进行检查时击中，将被视为可疑，也要被取消。裁判员应该十分注意裁判器没有显示或异常显示的击中，在这些故障重复出现的情况下，我们的裁判员应该求助于场地的设备电动信号委员会或者专家技术专家，以核查器材是否合规格。在专家的检查之后，裁判员应当注意，无论运动员的装备还是电动设备都不能有任何的改变。那么第四种情况，此外裁判员还要应该注意金属场地的状况，如果场地上有洞可能扰乱信号或者引起的事故，将不准许比赛开始或继续进行，以便能够迅速维修或迅速更换金属场地。今天呢，我给大家简单的讲了重箭的交锋协定，了解了交锋协定以后，相信现在你们已经可以更好的欣赏击剑比赛了。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谢谢大家。